宣西羌使者觐见。吾等受王命而来，以为贺喜，二为增进两国情谊，故而希望可汗能将我安置在突厥大臣的家中，以便能亲身感受突厥的风俗人情，不知可汗意下如何？齐迪大人暂且就在这儿住下，旁边便是何荣锦的房间，有何吩咐只管叫他便是。小可汗想得周到啊，小可汗日理万机，不必陪我，就请这位总管陪我说说话吧。贺国，齐迪见过贺古大将军。我叫何荣锦，为突厥小可汗而重生的何荣锦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放手。你不是我，我不会放手。以前中原有皇帝为博美人一笑，烽火戏诸侯，很快就会有一个西羌王为博将军回头，兵戎陷突厥。请王顾念西羌百姓与士兵的性命，不要轻骑战断啊。这世上只有这个人能轻易破本王固若金汤的盾，也只有这个人能轻易让本王变成无坚不摧的矛。若非我自断一腿，此时应该早已经逃出升天了。唉，作茧自缚。何总管，小可汗回府了，正在找你。又是你，为什么每次小可汗找我都是你来通报？大概这就是命。小可汗找我何事？不知道。走吧。小可汗。西羌使节今日过得如何？煮了一壶茶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保证西羌使节在此宾至如归。是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阿里普已经到了京都，他纠集了几十位大臣联名弹劾密加叶护，想必无需两日，京都便会掀起血雨腥风，这个时候边疆便不容有半分差错。从京都到两国便将尚需十日，即使使节想趁虚而入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。或许他们等不及使节回去就动手了。
西里虽然是西羌重臣，但比起肥沃的土地，这个重臣也并非是不可取代的。重臣不是不可替代的，可西羌的王却是不可替代的。为调节密加叶护和阿里普的纠纷，我这几日只怕难以兼顾府中事务，尤其是招待使节之事，只能要你多辛苦了。是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既然免不了碰撞，那么只能尽力将碰撞的伤害减到最低。突厥内乱，祸福难料，非久留之地。王，我们还是趁内乱将起未起之际，先行离开吧。你们之中，有谁可制住鹤谷？我不行。大将军武功出神入化，入千军万马，入无人之境，又是尼克斯利的师兄，我万万不是对手。本王看你推脱的功夫倒是出神入化。既知将军在突厥境内，我们不妨以退为进，先回西羌，再徐徐图之。他若跑了呢？这人海茫茫，本王从何处徐徐图之？况且是你建议本王借出使之名来突厥找他，该不会只想了找，没想找到之后该如何吧？不可力敌，智取如何？如何智取？怕是要兵行险招啊。本王身在突厥，难道不是兵行险招？依王之见，大将军生平最恨的人是谁？依臣之见，应当是背信弃义、卖部下求安的敏敏王。他已被本王一箭穿心，还提来作甚？敏敏王死时，大将军还是王的阶下囚，根本不曾亲眼目睹。只要王透露口风说当时死的乃是替身，真正的敏敏王其实正被王囚禁在隐秘处，相信大将军心中定生疑虑。即便有疑心，他也不会因此随本王回西羌。当初他有千百个机会可以杀了本王，一样放过了。依你看，这是否说明他的心中是有本王的？若是无心，今日住在小可汗府的便是西羌浑浑王，而非弃宿了。臣正是看出将军对王的顾念之意，才心生此计。说，若此事西羌国内传出敏敏王已为圣月教所救的传言，而王却执意留在此地不愿离去，任凭国内态势愈演愈烈，相信将军绝不会坐视不理的。这样岂非引起举国大乱？大乱是大乱，却乱的只有我们几人得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在鹤谷面前散布假消息？不错，只要王斥责西羌朝臣的信函被将军不经意地撞破便可，西羌国内自然还是风平浪静的。那一打听不就露馅了吗？向谁打听？突厥内乱将起，密加叶护、血珠小可汗和阿里普特勒三人趁突厥可汗病重未愈之际，各自巩固势力，排除异己尚且不及，那还有闲暇来管我西羌啊？
那大将军若是他不为所动呢？若是如此，便只能使用下下之策。此计一使，虽能令将军护王左右，但日后真相大白，只怕更添两位嫌隙呀。嫌隙？我与他之间又岂是一句嫌隙可以说得清楚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安排刺客，敏敏王派来的刺客，下下迷药实是绊子，确保路途险阻又不伤及性命便可。啊，又是作假？不错，又是作假，这也是臣最担心之事。若将军日后知道真相，对王的误解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。那么若是他不上钩呢？那或许只能用下策中的下策，下下下下的下策。怎么听着就这么叫人心寒呢？直言无妨，只能请王修书一封，送交可汗，道破将军身份，强行要人。不过最好是在突厥内斗日局激烈使用此计，那时可汗正焦头烂额，为确保边疆安宁，定会答应的。本王与他只剩下欺骗与强迫这两条路了吗？臣还是那句话，真正的上策是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交之以心，徐徐图之。只是将军与王成见太深，此地又不宜久留。你帮我拟信训斥茶龙，拟完后过目再定。是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将军，将军言重，我只是小可汗府里小小的总管，当不得将军二字。在我心目中，西羌名将虽多，但能当得大将军三个字的只有您。你认错人了。你看到我手里有什么？葫芦。是啊，我只是个离不开酒葫芦的酒鬼总管。不是啊，可否向齐帝大人通传一声，问问他今日的行程？啊，他和王还请王以大事为重啊。我在此等候。哦，是。刚才若是没听错。将军。贺国。不知使节午后有何打算？我推你进去说。不敢劳驾。你连自驾都敢，有何不敢劳驾的？别喝了。你不嫌管得太宽？我只嫌管得不够宽。可惜有些事你管不得。
王。哼，好，王将军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当年的事，唉。将军风采一如当年呐。你也是。不，我老了，人老的时候总是不免想到过去，而且总是想那一段最不光彩最黑暗的过去。想当年我与将军同在敏敏王帐下，我左理正，将军主掌军事。在你眼中这是最不光彩的过去？那齐迪大人如今一定是光明正大，风光无限的很了。将军果然对我成见极深。你做过什么心知肚明？我不明白将军的意思啊。我了解敏敏王，也了解你，非常了解。为西羌，我问心无愧。所以你才能站在这里。将军心中何尝不是有西羌，有我王呢？我是突厥小可汗府里的圣文总管。将军扪心自问，若有一日西羌与突厥燃起战火，将军身披的是我西羌战袍还是突厥的战袍呢？将军手刃的是我西羌子民还是突厥士兵呢？王对西羌的重要性相信不用我来告诉将军，不然将军当年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只是今日情势比之当年更凶险万分，更何况国内战乱刚平，硝烟未尽。怎么？唉，总之还请将军念及西羌百姓眼下的安居乐业得之不易，以民生为重，劝王早归。唉，还请将军三思。信，早不掉晚不掉，偏偏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掉出来。齐迪还真是用心良苦。茶龙，浑浑王身边第一谋士，这是缺书的字迹。王，将军终究拿走了信，说明信中还是有王有西羌的。本王不只要他心中有王，更要他口中有王。总有一天，将军会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的。本王并不是要他俯首称臣，本王只是希望。何总管，快快去前院。何事？
宫中护卫队队长青拓大人来了。宫中护卫队长应该在宫中轮值才是，为何会出现在小可汗府？他便是我府中的圣文总管何荣锦。请总管确认府中所有人是否都在此处集合。卑职职责在身，还请小可汗恕惊扰之罪。当务之急是要找东西，你们去吧。是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不知失窃的是何物？乃是刚刚被可汗册封为突厥圣母的天神珠。那颗医治好可汗的天神珠？正是。天神珠。我进宫一趟，你留在府里。是。青拓大人，如何？好，没有发现。可汗对天神珠真是异常，不想今日闯进来几个宵小，将天神珠盗了去。这才打扰了小可汗府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宵小，这般大胆。只看到他们逃入小可汗府，其他倒是不知。我们还要往别处搜查。何总管，告辞。天神珠，据说不但能医治百病，还能解百毒。但是谁能这么轻易突破宫中守卫？又为何逃来小可汗府？有人，三个，你们是谁？阿策，我就说躲到床上比较安全。你非要我坐在桌子上扮菩萨，看，被发现了。放心，你身后没人。四个人，第四个应当就是这个抱剑的青年。他武功竟然如此深不可测。阿策，他怎么不向我上香？门主，正事要紧。在下左思文，是辉煌门的左护法。这位是辉煌门门主纪无敌，这位是袁奥策先生，这位是辉煌门右护法。为何你和门主都是有职位有姓名？我和袁先生不是没职位就是没姓名。从简，多说几个字能费多少口水？不多，但我介意。你，唉，要是阿忠和阿尚在这就好了。比起炫耀和护短，我倒更喜欢看内斗。听阿策的，阿祖和阿佑，你们继续吧。何总管，请坐。我一直坐着，冒昧打扰，还请何总管见谅。深夜打扰，还请何总管见谅。这句话你刚刚已经说过了。刚刚阿佐说的是冒昧，这次是深夜，加了时间。我眼部下看得出现在是深夜。阿佐，看来你可以把下面这句来你房间打扰还请何总管见谅给省掉了。既然几位不愿道明来意，那就让我猜一猜吧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几位应当就是夜探王宫盗取天神珠的人。阿策，这么明显的事实他为什么还要猜？就是我们啊。
而且他为什么说我们不愿意道明来意？如果我们不愿意道明来意，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？难道是跑来看阿佐和阿佑到别人的房间里找刺激？门主，你说的找刺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偷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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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情。阿策，下次我们也来。门主，袁先生，偷情不是这么用的。是啊，阿佐，你以后不要这么用了。诸位还是道明来意吧。我们想请何总管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们想请何总管送我们出城。为何？我们盗取天神珠之后，官府一定会严格把守城门，以防我们逃脱。我是问诸位为何觉得我会帮诸位这个忙？因为我们知道小可汗府的总管会中原话。只是如此？难道还不够？帮助朝廷清命要犯是死罪，这个理由显然无法说服我。可是其他人听不懂中原话，就连我想要他们帮什么忙都不知道，就更不会帮我们了。我们也知此事极为冒险，因此绝不会毫无诚意。这些银票虽不能在突厥境内使用，但在中原各地都有钱庄分号，离突厥最近的北魏城便有。好大的手笔，还请何总管帮忙。可惜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没本事赚这笔横财。我虽然身在小可汗府，但目光所及只有这府邸的四面围墙。我们要的正在这围墙之内。哦，西羌使节。你们想挟持使节，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若能混入西羌使团之中，想必突厥卫队便不敢多加为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为各位指一条路。你们只需从这里出门左转，走数十丈便是了。还请何总管代为引荐。抱歉，此事恕难从命。哎，阿佐，我就说出门的时候应该带真金白银，银票看上去太没有正式感。诸位还有其他事吗？叨扰了。你们就这样走了？莫非何总管改了主意？我是问，你们难道打算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从小可汗府里走出去？我们可以偷偷摸摸的。来，大家像我这样将身体弓成虾状，蹑手蹑脚地往外走。南风四点七集，灵异铺子联合出品，苏有炳原著，古风异域耽美广播剧《友情何须见》第三集，敬请期待。